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靳强。大家晚上好，我是谢莹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今天下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为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从依法保障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股票发行制度改革顺利推进，依法提高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提出了17条举措。这是最高法历史上首次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改革安排而专门制定的系统性、综合性司法文件。在今天发布的这份意见当中呢，有很大的篇幅谈及了信息披露制度。我们注意到呢，在很多的条款都涉及到了信息披露的内容和质量，核心的目的呢，就是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利益。意见明确，在审理科创板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纠纷案件中，法院要全面审查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和公平性，还要结合科创板上市公司高度专业性、技术性特点，重点关注披露的内容是否简明易懂，是否便于一般投资者阅读和理解，在此基础上判断是否存在误导投资者的可能性。此外，意见明确，法院不仅要审查招股说明书、年报、临时报告等常规信息披露文件，还要审查信息披露义务人对审核问询的每一项答复和公开承诺。过去呢，法院审判这种虚假陈述民事案件的时候啊，主要是盯在常规性的文件上，至于说在发行审核、发行核准阶段，他的这个答复很难纳入到法院啊裁判的保护范围里面来。但是股民恰恰就是相信了你发行人、你上市人的承诺和他的答复而购买股票的。所以现在呢，除了常规性信披文件，那么这种问询的答复和承诺都是契约，那么来倒逼这个发行人、控制股东、实控人啊，避免实施这种虚假陈述行为。今天下午 ，A 股纳入富时罗素全球指数启动仪式在深交所举行，这标志着 A 股已经正式被富时罗素全球股票指数纳入其中，这也是继 A 股纳入名胜指数之后，又有新的外资布局 A 股。富时罗素是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下属的全资公司。富时全球指数系列是其核心产品之一。截至今天，共有1005只 A 股股票确认纳入富时罗素全球股票指数系列，其中包含 A 股中近300只大盘股和超过400只中盘股以及部分小盘股。 A 股纳入富时罗素全球股票指数系列的第一阶段将从2019年6月开始，至2020年3月分3步完成，最终 A 股占到富时罗素新兴市场全盘指数的比重将达到5.59%。Once Phase One has been completed in March 2020, we estimate that about $10 billion of capital will flow into the China A share market. But the real benefit, broader than just the capital, is that global investors will be able to access the China A share market and be able to include that in their portfolios as a means of diversification from their existing investments. 富时罗素将基于北向中国互联互通机制买卖清单上的可进行投资的 A 股进行选择。此次纳入的超过1000只 A 股股票名单并不是固定的，将根据可投资权重、流动性阈值等标准进行调整。截至目前，以富时罗素指数做基准的投资产品总值约16万亿美元。富时罗素首席执行官瓦卡斯·萨马德表示，很看好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创业板的良好运行以及科创板近日开通，都是中国资本市场更加国际化、规范化的体现。A 股三大股指今天全线收涨，沪指收盘上涨0.5%，收复3000点大关。深成指上涨0.87%，沪深两市今天合计成交6218亿元，成交量放大，行业板块呈现出了普涨态势。证监会昨天晚上发布拟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无法借壳的紧箍咒或被解除。受到利好因素的带动，创业板指呢今日涨幅最大，上涨1.72%，收报于1523.81点。
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欢迎各位继续收看。进入六月份以来，南方很多地方出现了持续强降雨天气，受此影响，多条河流的干支流出现了超警洪水。而在今天，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介绍，黄河上游干支流来水比较多，青海省龙阳峡水库入库站唐乃亥水电站流量不断增大。昨天晚上7:24，唐乃亥水电站流量达到了2500立方米每秒，黄河2019年第一号洪水形成。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发布黄河上游汛情蓝色预警，启动黄河上游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天气方面，今明两天我国南方降雨范围扩大，强度增强，贵州、湖南、江西、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近期南方强降雨接连来袭，并且与前期强降雨区域重合，出现了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滑坡等灾害的风险加大。气象部门提醒相关地区加强防范。从昨天开始，重庆也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超过了110毫米，部分地区出现内涝、积水和道路受阻现象。今天早上9点左右，在沪渝南线高速涪陵东服务区到南陀路段，山洪从高速公路边上的高偏坡冲击到路面，夹带大量杂物和泥石在路面形成积水，目前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82公里加800米出城方向那儿，那个积水已经很大了。在国道319涪陵乌江二桥附近，道路积水严重，多车被困。来的时候哈，有两个小车在我前面，我跟着就过来，刚刚那个小车一过那个，那个水一下都涌过来了，都挨到墙。今天重庆渝北区也经历了强降雨天气过程，该区共有5个雨量观测站的降水量超过50毫米，达到暴雨量级。最大降雨量为渝北玉峰山，达到65.8毫米。据气象部门消息，预计此次强降雨天气将持续到22号白天，并伴有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次生灾害。从今天凌晨开始，安徽黄山地区普降暴雨。今天上午，在安徽歙县的溪头镇，暴雨引发山洪，导致大量民房进水，农田被淹。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我现在呢就是在溪头镇的溪头村，今天早上受到这种强降雨的影响呢，这里是一度爆发了山洪。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场情况。今天早上的时候，整个河水的暴涨是非常猛烈的。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河道已经不见了，民房之间几乎全部都被洪水包围，就成了河道。那么我们也跟当地的村民了解了一下，今天早上7:15左右开始涨水，大概只是2个小时的时间，河水就暴涨了4米，也就意味着河水不仅溢过了这个堤坝，而且还进入到了民房当中。今天早上的这场山洪呢，一共是造成了大概有150余户的这个居民的民房进水。好在呢，现在随着洪水的退去啊，这些居民的家里的积水已经基本上退除了，而且呢，很多家里呢也都已经清扫干净了。那么除了民房进水之外，我们还要特别关注的是农田受淹的情况。我们通过一段航拍可以来看一下。那么现在虽然说我们这个村里的洪水是退了，但是在这个村外的农田，大家可以注意到，在河流的下游部分河段呢，现在水位还是非常的高的，部分农田现在里边依然是充满了洪水。特别是在一些洪水经过的，我们可以看到像玉米地，当时被这个猛烈的洪水齐刷刷的冲倒，就像梳子梳过了一样，现在全部都倒在地里。那么现在呢，其实虽然目前是下雨，刚刚我们到来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也注意到水刚刚退去啊，很多老百姓也都赶紧到地里展开这个生产自救。最近改地名这个话题成了大家的热议焦点，在全国很多地方发布的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清单当中，几百个小区、酒店的名称因为涉嫌崇洋媚外、怪异难懂等问题陷入改名风波，这些名称究竟有没有必要改？改地名又将给大家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呢？近期，海南、浙江、广东、广西等多地都公布了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的清单，其中小区名称占据多数。对于这些地名是否需要更改，居民们看法不一。觉得说还是要改，中国的地域名字就是中国的地域名字。我觉得不需要，反正住的是房子，就是住的名字。在广州市公布的不规范地名清单中，海珠区罗马家园小区的问题属于崇洋媚外。
近日，记者在小区里看到部分指示牌已开始改为标准地名盛景家园。出街都是啊，你话同可能同一个的士佬讲，哦，我去罗马家园啊，人哋大家就知道。万一你改咗名，旧嘅名人哋会知道，新嘅名就唔知道。广西南宁的市民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住户表示，小区名称如果贸然更改，可能会带来诸多不便。我开店在这里说，在普罗旺斯，人家就懂这个地方。如果你换别的名字，人家不知道。对此，南宁市民政部门表示，目前针对不规范地名的整治工作处于摸排阶段。工作人员解释，针对涉嫌存在问题的地名，还要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不会一刀切强行要求更名。因为这个总是十几年的了，涉及的人数是很多的，他不是说纳入清理犯人都要清，他不是这样子的。如果群众不愿意清，不愿意更改的，他是不能更改的。这地名涉及到大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各地发布的清理整治名单当中，对于不规范类别判定的标准是不是合理的？这些地名到底该不该改呢？一旦要改的话，当中的成本又由谁来承担呢？这些问题也是大家关心的焦点。对此，民政部在今天做出了回应。2018年12月，民政部、公安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的通知，对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作出安排部署。民政部表示，当前推进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中，个别地方也存在政策标准把握不够准确、组织实施不够稳妥等情况。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要准确把握政策，防止随意扩大清理整治范围。民政部表示，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要进一步规范工作程序，充分进行专家论证，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审慎提出清理整治清单，严格按程序推进实施。要加强宣传，为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营造良好氛围。随着整治不规范地名的时间表临近，一些城市却上演了让人啼笑皆非的改名大戏。如果说一个洋地名改为某某屯儿，只是将开发商宣传时用的艺名改回了楼盘申报时的本名，那么几座大桥因为不够大，就要去掉大字，正规注册的酒店名称也被列入整改清单，就显得有些矫枉过正了。地名整改的初衷是为了便民利民，然而在落实的过程当中，个别地方却迷了路。事实上，在六部委发布的整改通知当中明确提到，对于可改可不改的不予更改，地名不该一棍子打死，更不应该简单粗暴的一改了之，让便民之策成了扰民之举。在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都曾经不慎丢失过身份证，通常的做法是挂失，再补办一张就行了。但是也有些人却因为丢了身份证而惹上了一系列的麻烦，被迫要去证明公司老板不是我，这是怎么回事呢？2011年，罗女士从江西到上海工作，经过了8年的打拼，终于可以在上海落户买房了。然而今年3月，就在她办理落户手续时，却发生了一件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她名下有家公司欠税，因此无法办理落户，更别提贷款买房。在税务部门查的时候发现呢，就是这个企业呢是开了623张发票，大概金额有6000多万元，这个涉及的税就是这个开票涉税呢大概有1000多万元。和罗女士情况类似，浙江的陈女士在上海和浙江有2家贸易公司，今年4月，公司会计在办理税务时竟意外地发现她还是济南一家公司的法人代表，这家公司还欠税80多万元。到工商那边都去看了，然后把这资料拉出来呢，是证实就是是我调的一个身份证，被人家冒就是捡了，可能结果调的那被盗的那个身份证就已经被冒用注册了这么一个公司。在全国各地还有很多类似经历的人。跟罗女士和陈女士相比，广西的陈先生在丢失了身份证以后情况更糟。2017年11月，他被人变更成了深圳一家企业的法人代表，而在稀里糊涂地当上了法人代表后，又因这家企业欠下了24万元的货款，年底时陈先生又稀里糊涂地被告上了法庭。在败诉之后，法院冻结了他的银行账户。我孩子刚出生，当时亲戚朋友发来好多红包，我发现我的
当时的红包已经提不出来了，就是我的这张银行卡。身份证被冒用注册公司之后，一旦这些公司欠下了税款，就会影响到被冒用人的信用。罗女士和陈女士呢，也曾经到税务部门询问过，名下公司所欠的税款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撤销。根据当时办税登记材料显示，罗女士和陈女士公司的发票都不是他们本人现场领取的，他们也不知情。因为他税务在登记的时候登记三个人，一个是法人，一个是财务，一个是办税，这三个人都可以来领。完全我就不需要出现，然后就可以把所有票领走了，把票开了。据记者调查了解，在2017年以前，税务部门办税并不需要实名，也就是说，被人冒名登记注册企业以后，不用经过法人代表本人核实，随便找个人登记一下，就可以从税务部门把发票领走。就这样，陈女士和罗女士名下被冒名的企业，在相关规定允许、不需要实名认证的情况下，开出了巨额发票，拖欠税款。而这些责任统统都被算在了被冒名的法人代表头上。我不可以理解，这问题已经发生了呀，那发生了，那这个最终这个所有的过错都要我承担吗？陈女士虽然心里觉得委屈，但也无可奈何，只能想办法到公司的注册地址，看看能不能找到冒用自己名字的公司。然而经过实地探访发现，这两家公司根本不存在，只是个空壳。目前能处理的方法，那你就是先去工商，让工商那边给你撤销这个公司的行政登记。这个税务这边，你就是欠税肯定是没有办法给你去掉。那你等于说工商撤销了，我这边那边税务欠税就还是存在的，对吗？欠税我没有办法给你抹掉了，是欠税有就是有，没有办法去除掉。同样，罗女士在上海的税务部门也被告知，税务没有撤销的流程，只能先让工商撤销。税务部门说有欠税，处理不了，让先到工商部门，也就是市场监管部门去撤销公司。那么，市场监管部门能不能撤销被冒名注册的公司呢？从两家公司的工商登记的档案材料来看，企业只是冒用了他们的身份材料办理了注册登记。股东和代办人他们都不认识，工商登记的签名也不是他们本人的签名，材料都不真实，那当时的公司是怎么通过登记注册审核的呢？登记是形式审核。什么叫形式审核？形式审核，你提交材料。你们不对材料的这事情负责？对，没有法律依据。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管部门了解到，根据现行的相关规定，企业在登记注册过程中的申请材料只实行形式审查，地方不用审查材料真伪，也没有相应的规定。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是符合了方案提出来的这样的宽进严管的一个总体的原则。但实践当中确实是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了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那么冒用了他人的身份骗取登记注册。可想而知，陈女士和罗女士名下被冒名的公司就是这样被不法分子骗取登记注册的。而当初罗女士丢失身份证时，为了避免身份证被冒用，还在网上进行了公开挂失，为了保全证据还进行了公证。我的理解是，我的补办就是对我的这个人就是这个的保护，并且是能够是说我跟丢失的那份张身份证已经没有法律的关系了。但是事实上就是我遇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被注册成法人的时候，我是非常难证明我就不是那个法人的。陈女士为了证明自己并不是自己名下公司的法人代表，也向济南的市场监管部门提交了相关证明材料，还写下了承诺书。依照我们目前的情况来看，他撤销公司也比较严谨，就是我们撤销这个比较谨慎，不大那么好撤。陈女士提交了材料，济南天桥区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答应调查，而罗女士在上海市场监管部门了解到，欠税以后公司根本就撤不了。欠税撤不了，欠税都撤不了，撤不了。欠税怎么撤呀？国家的钱谁来承担？哎呀，不是我。就是呀，我也知道你怨呀。大家都是这么说的，但是没有用。就是知道你怨呀，所以我丢了身份证的各个都怨的，身份证你们丢了，我也丢了过呀。为了尽快查清事实，济南市的税务部门让陈女士去找公安局开个身份证被冒用的证明，
无奈之下，陈女士只好找济南当地的公安部门反映情况。我们手里的是你这个没有身份证的事，这块税务局他不负责任，你上公安局来找，你上哪去？这就没用了，是吧？这个情况去负责的公安局不负责任，完了到时候都上公安局来，到时候你还得上法院，这个情况很多很多了。就这样，明明自己被冒名，可是到哪儿都不能彻底解决。陈女士说，不管从时间、精力、费用哪个角度考虑，不到万不得已，她还是不希望去找律师打官司。问题是还不一定确定这个事情能解决，那他多冤呀，完全就是冤得不行。冒用他人身份却能够顺利的注册登记，而被冒用的人他的种种权益却被损害，这恐怕不是当初实施便利化登记措施的设计初衷吧。冒用登记的问题怎么避免？被冒用的公司怎么撤销？被冒用身份者的权益又如何来保障呢？我们还将持续关注。好，接下来看下一条消息。2017年12月，钱宝网实际控制人张小雷投案自首，揭开了一个非法集资数百亿元的骗局，同时也引发了行业的地震。今天，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对被告人张小雷集资诈骗案宣告一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张小雷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亿元。张小雷表示服从法院判决，不上诉。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查明，2010年12月、2012年7月，被告人张小雷用线下非法集资的资金，在南京市设立由其实际控制的江苏钱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南京钱宝信息传媒有限公司，并以上述二公司为依托组建完善钱宝网，以常态年化收益率20%至60%左右不等的高额回报为诱饵，通过在钱宝网上交押金、看广告、做任务赚外快的方式，在线上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期间，张小雷隐瞒将集资款少部分用于生产经营，大部分用于以新换旧、个人挥霍消费等事实，通过设立或收购关联公司，对外夸大经营规模和投资价值、赞助相关活动等方式，骗取集资参与人的信任，持续进行非法集资，至案发时造成线上集资参与人巨额本金未归还。2017年12月26日，张小雷向公安机关投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张小雷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集资诈骗罪，应依法惩处。张小雷具有自首情节，积极配合办案机关追赃挽损，当庭认罪悔罪，可以依法从轻处罚。法院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去年，针对有些游客擅自进入未开放景区遇险，导致景区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救援的情况，黄山风景区颁布了有偿救援实施办法。最近，第一位游客为自己的违规行为买了单。6月1号上午，安徽游客王某某未购票直接进入黄山风景区未开发未开放区域被困。接到报警求助后，黄山风景区管委会迅速组织人员参与救援。朱砂峰呢，它是黄山36大主峰之一，但是目前为止它是没有开放的，它是没有路的。朱砂峰呢，它两侧都是悬崖，它那个悬崖大概垂直大概90度。确认具体地点后，救援队历时7小时5分钟成功将王某某安全救出。根据黄山名胜风景区有偿救援实施办法有关规定，凡违规逃票、私自进入或不听劝阻擅自进入未开发开放区域而遇险的游客，将自己承担相应的救援费用。此次救援包括公共救援和有偿救援两部分，经事后计算，发生费用累计15227元，其中有偿救援费用3206元，由此产生的12000多元公共救援费用由黄山风景区承担。首先是先救人后收费的原则，第二呢是有偿救援和公共救援相结合的原则，第三是事后追偿的原则，第四是教育惩戒原则。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黄山风景区全年共堵截游客到未开发未开放区域的旅游探险行为24批212人次。
但自去年7月1号黄山风景名胜区有偿救援实施办法实施近一年来，这项数据仅为3批41人次。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印度尼西亚救灾署的官员发布消息，今天上午的11:30左右，印尼北苏门答腊省民里市一个打火机厂发生了爆炸起火事故，目前已经造成了30人死亡。有目击者说，在火灾发生前曾经听到巨大的爆炸声，救援人员在一个工作车间里发现了30具遇难者的遗体，其中包括3名儿童。据了解，厂里的工人基本都是妇女，因此有的工人带着孩子。画面显示，整个工厂已经被烧毁，目前所有遇难者遗体已经被送往医院进行身份验证。大火目前已经被扑灭，具体事故原因目前还不清楚，警方已经前往现场进行调查。视线转向俄罗斯，2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亮相一年一度的与普京连线电视直播节目，对民众感兴趣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回答，内容涉及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这一次直播连线总共持续了4个多小时，普京总共回答了81个问题。普京总统呢，也是以自己了解民众的需求作为开场，就民众关心的垃圾处理、医疗保健等民生问题进行了解读。在当天的直播连线中，普京谈到国际关系时表示，俄罗斯经济发展受到外部势力的影响，特别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遏制经济领域的对手，而目前中国也面对来自美方的挑战，美国对中国华为公司的打击就是这一政策的体现。Смысл только в одном – сдерживание развития Китая, который стал глобальным конкурентом другой глобальной державы – Соединенным Штатам. 普京还就腐败、民生、军费等俄罗斯居民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回答，尤其对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形势进行了解读。他说，今年上半年尽管俄罗斯的通胀率有所上升，但经济态势良好。Реальные доходы граждан сокращались в течение нескольких лет. Самый большой спад был в 2016 году, по-моему.Сейчас постепенно доходы начали восстанавливаться.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称，在今年的直播连线准备期间，俄罗斯民众总共提出了约200万个问题。普京在节目开始前花了几天时间处理相关材料信息，并一直在阅读俄罗斯公民通过写信或视频发送的提问。与普京连线电视直播节目在普京首个总统任期内创立，于2001年12月开始举办，除了2004年和2012年中断，基本每年都会进行。在直播前，由总统办信息中心通过邮箱、网站、电视、应用软件等方式收集民众问题，总统会在直播中回应其中部分问题，并接受现场连线。节目受众面广，收视率高，俄媒将其称为普京了解民意、贴近民众的表现之一。这个节目通常会持续4个小时左右，2013年持续时间最长，达到4小时47分钟。好，再来看看中美经贸摩擦。美国加征关税的行为无益于美国企业，也无益于消费者的利益。20号，美国苹果公司联合美国饮料巨头 KDP 公司、哈雷戴维森公司等多家美国企业集体发声，呼吁美国政府放弃对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计划。20号当天，苹果公司还在一家政府网站发表文章，呼吁美国政府放弃对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计划。并表示，如果美国政府对更多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将导致苹果公司的全球竞争力降低，苹果公司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也将减少。美国饮料巨头 KDP 公司在递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封信函中表示，88%在美销售的咖啡机都需要从中国进口，而美国有超过2800万个家庭与超过100万个旅馆正在使用这类咖啡机。KDP 公司指出，如果美国政府加征关税，咖啡机价格将明显上涨，而美国消费者们只能自掏腰包购买价格上涨的咖啡机。美国第七大进口商美元数公司表示，如果美国政府对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在日用品领域将对美国中低收入家庭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而在当地时间19号，今日俄罗斯网站报道了美国摩托车制造商哈雷戴维森公司宣布将与中国企业合作生产一事。
哈雷公司表示，他们将与中国钱江摩托合作，生产一款新型小排量摩托，计划从2020年底开始在中国销售，而且价格更亲民。报道称，哈雷此举的目的是为了应对在美销量下降以及贸易关税带来的成本上涨。第53届巴黎航展正在举行，这届航展对于两大民航客机制造商波音和空客来说可谓是冰火两重天。波音公司因为737 MAX 系列机型深陷安全门，销售遇冷，而空客集团却因为对产品线做出的调整，收到市场火热的反馈。当地时间20号，第53届巴黎航展进入到第四天，也是专业展期的最后一天。波音和空客两大民航大客机制造商先后组织发布会，就航展期间的订单情况进行总结。波音方面，737 MAX 系列机型因两次空难产生的信任危机并未消除，除大英航空及西班牙国家航空所属的国际航空集团在最后时刻发出订购200架737-8型及737-10型客机的意向订单之外，波音公司并未获得来自其他航空公司对任何单通道窄体机型的订单。而在空客的发布会上，窄体客机恰恰成为了其订单中的亮点。A220 系列与 A320 系列客机的订单及意向订单总量共计339架，其中空客力推的单通道窄体远程客机 A321XLR 就占到127架。其中美国航空已同意购买50架窄体远程客机 A321XLR。 Now the XLR itself, I've shown you this before, opens a whole new market segment. It opens additional business for Airbus not previously reachable, if you like, from both low-cost carriers and traditional full service carriers.对于波音来说，现在窄体客机折戟，宽体客机市场领先地位稳固，因此想要进一步通过777与787系列机型抢占宽体客机份额就在情理之中。而空客并不在宽体客机上恋战，自 A380 停产之后，压住窄体客机的做法也是显而易见，无形之中两大民航大客机制造商的发展重心正在分离。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国家卫健委近日公示了第一批鼓励仿制药品目录建议清单，清单内共34种药物，其中包括艾滋病治疗药物利匹维林、阿巴卡维和白血病治疗药物硫唑嘌呤等。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向北方应急试通水今天取得圆满成功，这是东线工程自正式通水以来首次把长江水输向河北天津。铁路12306网站全面实施候补购票，一个月来，截至今天已累计兑现候补购票200万张。所谓候补购票，就是旅客网购车票时如遇所需车次级别无票，可在线排队候补购票，当对应的车次级别有退票时，系统自动兑现车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下发通知，自2019年7月1号起，因私普通护照收费标准由每本160元降为每本120元，往来港澳通行证收费标准由每张80元降为每张60元。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0.75%，同时预测第二季度英国经济增长将陷于停滞，并警告经济下行风险加剧。据美国媒体报道，从19号晚到20号清晨，不到12个小时的时间里，美国多地连发3起枪击事件，造成一名女警员身亡，至少10人受伤。20号，巴基斯坦信德省海德拉巴市附近发生火车相撞事故，一列从卡拉奇开往拉赫尔的客运列车与一列货运列车相撞，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20号，加拿大议会通过渔业法律修正案，进一步禁止鱼翅贸易。与以往的鱼翅相关法律相比，此次修订后的渔业法律要求，即便是从国外携带鱼翅入境，甚至是过境加拿大，都将被视为违法。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欢迎关注经济信息联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您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在重庆的开州呢，雨后的荷塘被露水装点，诗画般的美景让人心情更加的舒畅。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
嗯。